另外，从你们离开圣城那一刻起，团队赛就已经开始了。祝你们好运！怎么会有这么多四阶的飞魔？ 坚持不了多久，得另想办法让飞艇正常飞行。自动系统被破坏，飞艇已经无法自动飞行，连魔导炮都发射不了。得有人手动操作才行。你好像懂这个，会操作吧？燃料能用其他东西替代吗？只是以前体验过，但可以试试。至于燃料，与灵灵相近。团长，那我来。带命！
绝对防御。大飞魔的声波攻击范围极大，想近身只有抓住间隙。原本是想借这次危机让你们徒步前往驱魔关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解决了。这边打呀，别听他的，你们就在打那边吧，那边打起来更爽。你们倒是轻松，能不能形成效果呀？都不听我说话是吧？看来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这是你们进驱魔关前的最后一个考验，清理御魔山脉中的魔族，猎杀魔族最多、获得功勋最多的团队将一人奖励100点功勋，但三天内没有全员到达驱魔关的猎魔团则为考验失败。幸好高领队在我们身上布了金光护体，不至于摔伤。看来我们落到了不同的地方，必须赶紧汇合团队再完成任务，赶往驱魔关。